一定要留意我哋今晚嘅節目，今晚我哋會預告，我哋後日嘅嘉賓。咁呢個嘉賓咧，當然啦，咁上個禮拜都講過嚇，咁呢個寫真女郎有乜咁好預告啊？哇！呢、這個 much more than 寫真女郎得太多啦。OK， 咁我一陣會慢慢介紹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兩日咁我哋都聽下。好可惜而家冇凌格風啦，記唔記得以前凌格風？係啊，凌格風啦，係。以前凌格風咧，即係好似有啲帶嘅喎，有啲帶俾你嘅。咁、你可以學好多語言嘅 ，English 就梗係有啦，咩普通話啊、西班牙話乜嘢話都有嘅，都唔平啊。凌格風嗰陣時都～講緊，我諗即係二三十年前嘅產品嚟㗎啦。咁、但係而家唔緊要嘅，我哋上網都可以㗎啦。咁但係咧，始終梳到尾，我們都是中國人嘛，係嘛？對不對啊？台灣嚇，他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是一回事，但是我們就是說溝通不了也可以寫啦。啊，對唔對？對啊，還有身體語言啦，係對不對？對。咁我哋星期四咧，其實後日嘅啫，我們的嘉賓就是在台灣會。啊，到哪山岗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啊，你们有，我真的告诉你们了，你们有怎么说？有情意的，星期四过来先买一本写真。好 ，OK， 给他签名，好不好啊？好嘞。有没有送人先？你们一要送人，有什么人也可以啊，给你没关系，先买一本写真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是25块还是30块？我又忘记了。好便宜啊！我们写真，因为我们星期四的节目一出书啊，我就不买那个写真啦，我要一套一套的买，就是说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、第五期、第六期、第七期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啦，一拼才买给你们。要是你星期四之前呢，就是可以买一本就可以，就对不对 ？OK， 正过个林湘好似话，正过咩啊？林湘咯。林湘是邊個？台妹都出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看的，我就是很專一的，我就是看日本的。OK， 因為你為什麼你知道我不看台灣的？台灣的他有戴套子啊，你知道嗎？台灣的一定要戴套子的，因為要是你不戴套子是犯法的。所以一定要戴套子，戴套子就不好看嘛。對不對 ？OK。如果大家想一窺全套咧，就唔喺度噶啦。呢度始終我哋 YouTube OK， 咁都有啲限制嘅。嗱，呢一個咧就我哋星期四嘅嘉賓，我而家又做定曬所有即係預備先。嗱，首先咧嘉賓上到嚟咧，大家中意咪睇咯，唔中意嘅咪唔好睇咯。平頭品足唔緊要，但係咧喂就唔好話哇咩整容怪啊，好撚酸啊，係啦。好撚肉酸啊！冇女嚟啊！好撚 cheap 啊！唔好講呢啲嘢，唔係有冇女嘅問題。喂，其實真係人與人之間係尊重，基本尊重。OK， 你話喂你屌鳩我，屌鳩林康正，所以我哋都會屌你，但係都其實冇乜所謂。但係佢啲嘉賓上到嚟咧，就真係講我唔知幾多次啦，就真係唔好咁樣，係嘛？即係好冇長粒留言都唔好，好老土啊，好老土啊，係嘛？即係重粒留言都唔好。即係譬如啲嘉賓上到嚟，我就唔睇嘅。啲嘉賓可能哎呀，今日上咗去做節目。咁啊，上嚟睇下啲留言，你喺度咁，即係無謂啦。OK， 好啦，第二呢一個女仔咧叫做新兒魚，咁亦都有個藝名叫新尤利嘅。OK， 新尤利。咁今佢就後晚咧就會上嚟我哋啤梨晚報做嘉賓。咁我一陣會打 WhatsApp 或者佢已經聽緊啦，經理人即係香港嘅代理啦。叫佢早啲安排上嚟啦，我俾3次節目時間佢。因為點解咧？有朋自遠方來咧，咁係要問多啲嘅，而且我對佢嘅工作咧係有啲興趣嘅。
嗱，佢似乎咧，嗱，我今根據啲資料咧，佢有啲商品會賣啦，會拍啲片短片啦，甚至乎有拍 AV 喎。哇！做埋演員添。演員。動作片喎。而且係愛情動作片。咁嗱，老實講，成日話喂。即係我要將我真心咁講，其實我真係完全冇對做愛情動作片嘅女仔有任何睇法嘅。於是乎啲人話：喂，咁如果你個女做就點啊？嗱，咁我當然唔想啦。但係佢要做，我亦都冇辦法。做乜嘢都唔緊要，就係佢知唔知自己做緊乜嘢。嗯 ，OK。如果我做老豆，如果我有女嘅話，佢真係要做嘅，我解釋定係嘛？你日後將會面對咩問題？咁佢都要去做，咁冇辦法㗎、我亦都唔覺得。有咩咁唔見得人喎？你問心嗰句、即係譬如我哋好多偶像啊，我而家見翻麻生祖苗，雖然佢已經都老啦，喂，我仍然會叫佢簽名嘅喎、啊。喂，大佬嚇、喂，即係我係你 fans 嚟嘅喎，即係一樣嘅嘛，冇乜所謂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嗱，我首先咧講下咧阿新尤里咧喺佢嘅Instagram 度咧。即係有推介過佢自己一啲短片嘅，咁其中有一段咧係叫做人生十大心願清單之做愛場地之一，即係咧佢有十大嘅即係做愛場地嘅心清單嘅。嗱、其實我都冇喎，反而由細到大，即係可能而家年紀大咯，細個我都唔會話啊，如果能夠喺喺墳場做，公園喺墳場喺學校。我冇嘅喎，係想同邊個做愛啫？我冇喎，係想嗱，咁呢啲有啦，係啊，鐘楚紅又正啦，邊個啊？温翠萍就正啦，咁就有李啊嘛，係嘛？李啊，李都正啊，以前不過騎啲，但係正啊，但係你就唔會諗咩場地冇嗰啲嘅 ，OK？ 咁佢咧而家講緊呢個係電影院喎，同男朋友一齊去午夜場睇戲，周圍都冇其他人啊，所以男朋友一直好大膽咁同我調情，我啊～按住手叫佢唔好，但佢係咁摸我，我都忍唔住想要玩啊！於是乎喺戲院入邊食雞雞，一邊食雞雞，我諗係含撚啦，一邊又被心刮小月，男朋友話我好濕啊，啪嗤啪嗤，噗嗤噗嗤嘅水聲啊，即係仲精彩過電影啊！好在附近都冇其他觀眾，於是啊，我直接坐上去就幹起嚟啦！哇！呢、這個場景啊，每次都係我喺戲院、喺電影院入邊性幻想嘅畫面啊，爽到升天啊！嗱，呢個性幻想啊，一度睇戲，一度做運動，唔知咁樣算唔算唔專心咧？著住高踭鞋被後入嘅畫面啊，都係性感破表噶。如果你冇試過啊，唔好學啊，俾人發現就尷尬啦。咁我哋見到新尤里咧係寫埋呢啲文字嘅喎、正喎、OK。真係好豪放嘅喎、咁我諗真係值得大家期待啦。我都要 drafting 咧，星期四咧，咁有咩問咧？譬如話你多大啊？做咩工作？點解會做呢行啊？而家點點啊？對香港覺得點樣啊？即係諗定啲問題啊，唔好咁行啊！睇我哋點樣咧，逼即係心刮，我哋嘅心刮啊，心刮一個台灣女仔有冇梯模嘅心路歷程 ？OK 啊，好啦，我哋當然唔知咁少啦。嗱、各位網友，我哋睇埋相先，睇埋相先。我哋睇少少咧，嗱呢一個咧就係我 IG 入邊咧揾出嚟嘅相嚟嘅。OK， 嗱樣有冇 P 圖嗰啲我哋唔知啊，我哋當我見到真人咧，但係似乎骨架細啊，白淨啊，即係台灣妹啲都係咁樣嘅，有呢啲特點嘅。OK， 下一張真係特點啊！嗱呢一個咧，嗱就係佢嗱呢個場景啊，似乎係搭緊。地鐵啦、鐵路啦，喂，呢個相咧同頭先張相有啲唔同啊，即係不斷變化啊呢啲啊，係啊 ，OK， 喂，但係都好撚堅喎，好再去，嗱呢一個咧就係 Instagram 咧，佢 Instagram 去買呢個係道具嚟嘅啫，嗰條撚咧係香蕉嘅蕉皮打開條撚嚟嘅，咁但係咧嗱呢一張相睇咧，用我哋嘅專業角度咧，你覺得堅定呢一張相又唔係好流喎對噃？好啦，但係三個樣子都有啲唔同喎，唔得下先知。喂，係咯，三個樣子都唔同喎。好，再去百變喎。嗱，最後咧，嗱，你見到咧，嗱，好容易睇嘅，左右邊排第三中間嗰、那個，右邊排第三中間嗰、那個，
或者左邊排第四咯。喂，嗱，咦，仲話一咁熟口？係咪 Alex 嚟㗎？係咯，可能 Alex 嚟嘅 ，Alex 嚟嘅嚇 ，Alex 嚟嘅。嗱，香港因為香港嘛，香港嘛，新加坡、台灣玉女一次收藏係嘛？咁我哋見到咧，最左下邊咧著住紅肚兜嘅香港嘅代表啊 ，Alex 都上我哋節目啦。喂，咁跟住咧將會上我哋節目嘅咧就係右手邊排嚟數過嚟第三個。喂，但係對腳好長喎。係咯，正喎。嗱 ，OK。嗱，我哋睇下有冇辦法咧？呢、這個叫任春，叫任春落去咧？唔係啊！屌你揼，你坐低，你揼低個頭啊，係嘛？任春，係嗱，今年的春就在這了 ，Happy Chinese Year， 嗯 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， 任春。嗱、嗯，我希望可以安排到咧、嗯，即係如果我哋唔能夠邀請曬六個任春上嚟咧、嗯，我哋二船就陷，係。我哋去台灣、去新加坡刮埋嗰四個任春翻嚟，好、okay? 即係等於咧，好似 Terminal 啊，即係史畢寶嗰套戲啊，要揾曬呢六條女簽名。嗯，史畢寶套戲啊 ，Tom Hanks 咪要揾曬嗰幾十個 jazz 即係 band 嗰啲嗰啲人去簽名嘅。咁好靚喎！嗯，要睇真人，要睇真人，要睇真人。咁因為有時真人會好效果唔同嘅、嗯。OK， 嗱各位網友，嗱我哋翻返嚟先。唔理你哋話佢有整容冇整容。是台妹不是台妹白淨不白淨、我們在這裡投票即是費事星期四到現場投票啦是啦 Eat the ball 一、嗯、不 eat 不 eat 死都不 eat 就二、嗯啊、我相信答案應該顯而但實會有點二、嗯、實會有點二、嗯、我真的不信咯喂怎麼都 eat 怎麼都 eat 的就看對腳都 eat 啦又台灣又成可以約貓不要說這些東西嗱，人哋咧唔係做雞嘅你私底下問我啊 ，OK， 唔好講呢啲嘢嚇，各位，你當我啤你係咩人？當我又梅啊？當我馬夫啊？肥媽，你當佢係嗱都有二嘅，但係二嗰啲多數都係女嚟嘅，我覺得嗯，同埋口不對心咯。屌好多人咧，你而家就算話俾個三十歲嘅莊林青霞都話唔搣㗎，三十歲林青霞都唔搣㗎，六十歲先搣，係啊，好撚奇怪啊，都搣嘅 ，OK。好咁啊，上到嚟啦，早啲上嚟買定本嘢，又或者咧嗰日我去搞簽名會嘅現場，係啊，咁啊好喎、啊，星期四，咁、嗯、啊你哋上嚟買定本嘢去，即係應該六點零鐘、七點鐘上到嚟嘅，咪可以正常簽名咯、嗯、，OK， 好啦。